曰木言。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你要是遇到这种补位的话，你只能别人替你一把，不然你永远要补一把位，没法整。死的狗大意。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打几把分真不容易呀、那连输四把掉我80多分啊，大哥呀，打点分不容易呀。行行好吧，高抬贵手，像点人吧。아군이타였습니다적더블킬적이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에이메이더컬타이시야저승의소나기가느껴지나2块钱死的狗不能来，没事。插个眼儿的，这眼儿直接往上插，这家伙插出一个打野。这掘墓人家这个 E 一定不能吃啊，你干哈呢？哎呀，为啥闪现能抠到兵呢？哎，这哎呀我的天哪，为什么闪现会抠兵啊？这是什么原因？自动攻击，有点烦。波浪键不会按，波浪键按了可能没点着人，不过问题不算太大。但正常一般我一 Q 过去啊，那个 Q 抬手那个掘墓人已经死不了，已经跑不了了。我不知道是我攻速太低了还是怎么回事，正常一过去 Q 是很快的，他闪现都没有用，直接 Q 死。他 Q 点燃杀了，为啥先一？那二级 Q 一共也没有多少距离呀、没事，死一把就死一把，操作失误还不让死了吗？那也没办法，那怎么办呢？
好的，谢谢我的哥。哇，这掘墓人这不没了吗？这兰博我得谢谢他，确实我们得谢谢这兰博，这波这兰博给我们打的优势相当于我们单杀他两把。礼尚往来兄弟们，他帮我我就会去帮他啊，顺便我再给他带来两波单杀。这都是礼尚往来，嗯，大家都姓蓝，都是一家人。先打他一个骸骨啊，不要被他溢着，别着急，十六秒以后我杀他。这玩意儿呢，爆发挺高。中立的人有点多呀。中路四个人，来吃个药加移速。别着急，这波全死 ，W1QR 套点盐，插个眼儿，闪现 QR 带钻，平 A1AQ 死吃药，把蓝 buff 打了。给你了，不要那玩意儿了，哎。给我没用啊，峡谷帮打一下啊，攒一个传说欢心。回家了，无敌了呀。先来个布甲，还无敌了。蛤子拿了有用啊，他回能量啊，
我要这玩意儿了，线上没等走到的没了。哇哦！等个大招。这边兵线给他卡住，这都能遇着我。这波跟我打，那你就没有任何机会了。W 躲个 Q 就可以了。别有传送，没传送。这个传送还得杀他一波。招媳妇儿了。这1000块钱也没东西出啊，这玩意儿要1500。哦，可以出个燃烧宝石，我忘了。不过其实差不了太多，有没有燃烧宝石他也都得死。控一小波线儿啊，还是控一小波线儿。等大招好了，这边再把这掘墓人再杀一回，把上路塔一推，嗯，游戏结束。大招好了，推过去。我先 Q 他一下啊，可以打了，好闪现。好闪现。上塔一拔应该是拿下了，我们压了上路两级，这波兵收完是三级，优势已经比较大了。只是塔皮没吃着，如果这塔皮都吃着，我们又无敌了。回家准备无敌。你说就即使这个样子，对面都不挂机。我们家那18-14他就挂机，那人回回挂机。这兰博这把啊，不用担心，得把这兰博，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啊。这不可能让你白帮，兄弟。
这把的比赛交给我，掘墓人给我出来。700块，峡谷先锋可以打，来来来来来，打峡谷。我其实可以闪现杀的，但我觉得没啥意义。他配不上我这个闪现。推中。把他老婆给他打死啊。中路干起来了，兄弟，怎么回家了呢？我马上到啊，我马上到，别害怕，我就在旁边，我看谁敢上。就你叫小黄毛啊，啊，就你是晚猴啊，就你有那个豪气值呗，你挺豪气呀、啊、我发现啊，就你叫狮子狗啊，给我杀，漂亮，金克斯，给我一波。我在排着他，那不说明他是狙击我们的。哎呀，700块。这把队友像人呢，其实他们家劣势也没多大呀，我感觉。主要的劣势在哪儿呢？这飞机122，兰博233 ，ADC 32232，这是415，这244。爬着511。来，可以给大其实，但是这人其实，我去吃狗屎，你们等一会儿啊。刚才有一条长虫过去了。好啊，够斜着点放好了，我觉得可以大龙，你们觉得呢兄弟们？这是不是可以大龙？只不过飞机这波有炸药包，谢谢抽奖机器的小车车，可以，小龙，大龙拿完拿小龙，飞机是不是要杀锤石？你这得大抢不下来。哎，你们看，就即使这个爬的这么顺，也没说压狮子狗多少级，对不对？
我们那几把碰的那把把压四级，人家也是十一级，他是十二级，也没说是等级压太多。我就不知道那级到底是怎么压的，就是人家家刷野能多一半儿。这谁呀？干哈呢？这满豪，这没用，我这打不死。傻西子狗，给我冲！兄弟们，就你会豪气子啊！打就打。买比巴布。首胜。